接诊以后呢，然后他用那个听诊器听了听，然后说是这个肠胃炎脱水性发烧嘛，过程当中孩子就说这个就是腹痛比较厉害，然后医生告诉我说这个腹痛可能就是需要就是先观察一下，再疼的话就是明天要来复查。第二个医生呢，看完那个超声波报告呢，他依然说是肠胃炎，就是输液过程中孩子还是腹痛的更厉害了，而且脸色变了，嘴型发紫了。我一看这个状态不对，然后呢，我去找那个诊室的医生，我说这孩子异常了。这个医生告诉我，这个肠胃炎本身就腹痛，你输完液你就回家行了，再给孩子熬点小米粥喝。